全部是 OK 啦，只是在语言沟通方面会比较困难一点啦，因为他都是讲泰国语言，我们听不懂，尤其是我们要搭车的时候听不懂啊。哈，飞机场来这里还 OK 啊。哈，这里的美食啦，这些东西很好吃啦，来很多东西可以买啦，矿物，哈哈。